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 谋杀我，居然问我为什么？没有杀，我更没有何谋要杀。我没有。你放心，我过去的恋人是盖红，知道了我和盖红的关系，然后就假借溺水来害我们，是吗？是吗？ 你居然反咬我！明明是你们合谋要杀我，那我问你，事发当天，你为什么不跟我一起下海？你怎么解释？在之前，你为什么突然提议要去海边度假？你明明知道我不会游泳，却故意不跟我一起下海。为什么你给我的救生圈会突然漏水？你是想造成我的意外死亡吗？你们就可以逃脱罪责。如果我死了，你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跟盖红在一起苟且。 你们可够狠的，可惜我命大，又被海浪冲了回来。起初，我还不敢相信这些都是真的，但我亲眼看到你们肮脏的一幕，我死心了。你们这不是合谋是什么？你现在还敢诬陷我？你真是歹毒，死到临头了。 这种诡辩救不了你。别跟他废话。你是谁？想起来了吗？这位是罗燕的男朋友。你好，你好，李辉。 罗燕的事我知道，盖红的老公开车撞死了罗燕。你是说，是盖红老公撞的？难道不是吗？哼！稍等一下，我这有事耽误你，我大概10分钟以后就到。罗燕，罗燕，我已经到了，你在哪呢？怎么不接电话呀？ 12号晚上，我和罗燕约好去大屿山接她。可是，一直没有等到她。后来，我找到了监控视频，是盖红撞死了罗燕。再后来，我遇到了死里逃生的玛丽，告诉她罗燕被害，也告诉她你居然跟那个凶手苟且偷欢。一开始，玛丽并不相信，是你们的放荡让她接受了残酷的现实，也让我们确定。 是你们奸情合谋害死了玛丽，这件事本来跟你没有直接关系，所以你们必须死，知道为什么吗？ 你们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 玛丽，动手。